刚一度眼眶，因为我真的一直都没有做过东西，有做起来，哈哈哈哈哈，聊不下去，啊，我没有通告，去安慰安慰心灵吗？聊不下去，啊！我没有通告，
去安慰安慰心怡妈。有点残忍，何心平，是让你开心的。对对对，开心开心，喜极而泣。因为我真的一直都没有做过。脑中现在有浮现，就印象最深刻跟托托，就是我的公关狗，叫铜狼后。大家看到他都很开心，都跟他玩，然后也很给，就像他这样很带着出场，很给面子。有一次我妈。就我公公在忙出国，我妈就把他带去打麻将，因为妈妈打牌的地方好像那阿姨家就那种透天的那一种，然后那阿姨可能上楼上厕所的时候就想说，哇，下来的时候说，哎，你家狗很聪明，居然跑到我的主卧去上厕所。就后来我妈他们去上厕所才发现，原来一楼的厕所门是关着的，所以他是因为在找厕所才会跑到楼上阿姨的房间上厕所。很聪明。很乖巧。几岁啊？怎么那么聪明？没有，都比他大了啦，因为他现在还在学啊。圆呐，圆圆圆。听到袋子的声音，听到袋子的声音，嗯，好棒哦，已经做好准备了，是不是？做好准备了，做好准备了。好，来，握手。握手，不是啊，在这里握手，在这里啦，这里，好，握手，哦，好棒，好，好，可以，好，那就这样，松了，他已经表现很棒了，才四个月而已，很不怕生了，还有一个，然后抱一下，好不好？做一个 ending， 好不好？在这里。好啊，嘿啊，你等一下，好，妈妈，好，没有了。你不觉得他会亲吗？硬性喷我像口红，他刚刚已经被我沾这边，这边还有一点粉红，你会热洗脸呢，这里你要卸妆。很好控制，耶，好不好？欢迎有空来阿姨家寄宿哈，妈妈、爸爸如果要。出门玩的时候，欢迎来寄宿。一次两只你喝酒？哦，两只我没试过哎，我没试过两只哎，真的怎么样？你把我的脚当床垫呢？就是那窝下真的窝下去的床垫，是不是？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好可爱。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想说怎么会衰得这么可爱？你说皱成这样？我们是丑得很漂亮，漂亮。我之前也是这样讲，多多，我们是丑得很帅，好像哪有？我们就是要这样才可爱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要这样才可爱。我以前都开玩笑说，多多妈妈带你去打肉毒杆菌，太重了，信不信？他感觉他就是很想要睡觉，那也很好啊，好可爱。好安稳哦，他就是一定就是你们把他照顾得很好，很相信跟人的相处。真的，我觉得可能跟他天生个性有关系。哦，也会有，我也相信，因为托托也是，可是托托是很容易翻肚子的那种。他也会，对，是哈。他对环球已经翻一轮。哦，那他的个性也是亲人，嗯，很亲人。我之前都幻想着我家的，我以后生小小孩。然后跟大豆托托这样，然后躺在一起，就很可爱哦。他们就很喜欢这样抓。今天谢谢爸爸跟妈妈。民生八方式尽在一小时，要订阅，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。